给我抱抱，给你抱抱，给他抱抱，请看大家眼中的冯光远，自然作家刘克湘，他常常背个书包，他头发白白的，对不起，这样形容光远有点不太礼貌，可是对我来讲，他就是一只带了项圈的流浪狗。10月16日起，周一至周四晚上11点，冯光远与您有约，夜深人未静。